女子呀，过年回屋票买了没啊？你不是说你寻了个男朋友吗？今年过年前你就带回来给我们看一下哦。来，你听一下全家的呼声。过年男娃带回家，包上歪孙全靠他。耶！直男学院。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吧，就跟几个哥们儿搞搞创业。您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人为什么要结婚呢？我给你唱首歌吧。你看过《直男学院》吗？结婚能真正让你快乐吗？别这样当，还是对面掉吧。哦，怎么样？是雷小姐吗？我是。就是看到你在网上的那条相亲信息，我之前私信过。好，坐吧。你是韩国人吗？对，我是韩国人。你会点点东西吗？这里东西有点贵啊，我还是点一杯水就好。服务员，要一杯白开水。这边白开水2块钱一杯。谁还要钱？西班牙同志们都是单人的。那个是我约你来的，然后这顿饭我请，你随便点吧。是吗？哎呦，那我不客气了啊。哎，那个服务员，欧巴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什么工作啊？我是一名演员。那你演过什么戏啊？很多很火的片子我都有演过，比如说最近拍的那个长城、釜山行，哦，那个韩国的电视剧我也有演过的，太阳的后裔啊，我和宋仲基是亲过亲过，也亲过。这些你也演过啊？但是我好像怎么没有印象看过你的。老妹儿啊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咱也是不可缺货的一部分。你还会东北话呀？韩国从方面上不也是东北那嘎子吗？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呢什么都缺，就不缺钱。服务员，给这个美女来份烤串吧。我们这里没有烤串。烤串都没有。啊，真的没有。烤串都没有。有吗？没有。那还说咱俩事儿啊？我看你啊。姑娘长得挺漂亮的，就是这个打扮吧，有点土。我土，跟我这女人浑身都得是名牌，再不济也得是 JK、DNG， 您这叫什么 ？International。跟了哥啊，我跟你说，发家致富奔小康，开车钥匙先开着，以后不满意啊，再给你买别的，奔驰、宝马、法拉利随便挑，还有这卡，你先刷着啊，一年你要刷不过500万，你就别来找我。还有你这包，这包跟你太不符。最次也得是爱马仕凯莉吧？我啊，是雷小姐吗？我是，你是赵先生是吗？对，我是。对了，您平时兴趣爱好是什么呀？我喜欢诗歌。读诗？对，我喜欢读诗，现代诗。哇，那很高雅。还好。你手怎么了？哦，手好干，今天没带护手霜。我有啊，我给你们。哦，真的？嗯。呀，你也用这个牌子啊？嗯。我就说你怎么皮肤这么好，手这么白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牌子护手霜特别好。味儿特别香，我特别喜欢的。哎，你要不要抹点？不用，我给你。不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临时想起来，突然有点急事，我得先走。我能。我跟你实话说了吧，我妈给我最后通牒了，今年过年我再不带女孩回家的话，你不让我进家门。你也是啊，我也是啊。你也是，我还想。要不咱俩合作吧？好呀。Yeah.